开经本第四十一面，四十一面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各见此为不可思议，故念佛，法喜入心，法味充足，故念佛，同文共禀，一心修正，故念僧。那么这个是解释了念三宝的因缘。前面将这个西方净土里面生活状况说法的情形呢，都做了一个扼要的介绍。那么幕后说出教学的成绩，就是念三宝。三宝底下有说了，有别相三宝，有一体三宝，我们留在下面再讲。首先要知道为什么戒归在三宝，三宝代表了全体的佛法。像我们在无量寿经经题上给我们讲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心就是三宝，平等心就是法宝，正觉就是佛宝。那么清净平等觉也是三学，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觉是慧学，所以这个三宝三学概括了全体的佛法。全体佛法呢，实在上就是说明我们自己信德的全体。那么由此可知，佛法没有说到别人，完全说的是自己本性啊，自己本性的信德。这一点诸位一定要晓得。那么我们对于佛，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对他非常的仰慕。这有一天呢，让我们真正见到他了，哪有不欢喜的道理？诸见慈悲不可思议，这个着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见到他了。那么这是讲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世间也能见到。楞严经上告诉我们，西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现前呢，就是现在。我们有感的时候，佛就有应。但是这个感呢，不是用妄念去感。我们现在一般这个念佛功夫不能成就，都是妄念在作祟，妄念呢在做障碍。换一句话说，心不清净。这个感应是什么？感应是心清净，心清净像水一样，水在清净没有波浪的时候，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的景象啊，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能感呐。佛自然就有应，所以你不但见阿弥陀佛，十方一切诸佛都能见到。既然能见诸佛，当然其他一切人一切境界都能见到。为什么？心定。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我们跟佛菩萨跟鬼神跟一切，这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在不同法界里面。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呢，就是在一个不同这个层次的空间里面，通通能见到。不需要用科技的方法，用定。所以这个佛门对于修定的是最重视的。那么在一般宗教里面，注重修定的印度有不少宗教所以他们确确实实能见到天上人间，能见到六道的状况完全是在定的。所以这个经论上常讲定能生神通。神通从哪来的？从定。像我们常讲的天眼天耳他心续命神足，都从定来的。定浅深程度差别很大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世间就是六道之内的六道里面，这个定呢分为八个阶段所以四禅四空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得定，这就是生在四禅天跟四空天这些事情，我们在近代人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见到了不少，像流传很广的虚云老和尚念谱这个流行的很广。虚老和尚是近代禅宗的一位大德他的定功那大家都佩服的经常这个一入座一打坐一坐下来
就十天半个月，啊，甚至于最长的时候两三个月，啊，他在定中。那么定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啊，什么念头都没有，那无想定那是外道，那不是佛法。定中有境界，啊，我们在年谱里面看到的，老法师常常在定中啊，到斗舍天去了，啊，听弥勒菩萨讲经去了。当然，这决定不是妄语，啊，确确实实有这个能力。佛法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叫你自己去证得。所以这个不是骗你的，你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做，你自己能够证得这个境界，啊，所以这个定关键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念佛念到功夫成片，那就是属于初级的定。有很多人在这个功夫成片里面见佛了，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诸佛的刹土。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女王，啊，在遇到有人求他，问他老人过去了，在这个哪一道里面，啊，摩罗汉帮助他，他要先入定，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才把这个事实告诉你。啊，那么摩罗汉的定呢，比较小啊，啊，菩萨的定呢，那不可思议。摩罗汉的定要注意，就是他要入定，他才能见到；他不入定呢，他跟我们一样，他也见不到。他要入定，啊，像虚云老和尚也得要入定才行，不入定呢就见不到了。那个定功深的人不要入，他没有出入，啊，他时时刻刻都见得到，那是定功深的人，啊。那么像我们这个净宗法门里面讲的四依心不乱，这个定呢等于摩罗汉辟支佛，要到理一心不乱的那个定就深了，没有出入了，啊，不需要入定了，你这个虚空法界，这个见闻的能力呀，啊，都恢复了，啊，在四一心呢还是要注意，啊，那么有感呢，佛菩萨就有应。这个地方所讲的是讲啊，已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所以他见到阿弥陀佛是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啊，此为老师教学生的，总不外乎这两种方法。慈是爱护啊，如果一昧都是慈，没有威的话，就变成溺爱了。那这个学生对老师就没有恭敬心，也不害怕了，啊，必须要有威，威就是非常的严肃。假如一昧用严肃的，那学生见到老师害怕了，根本面都不敢见你了。所以这两种方法要运用得非常恰当，啊，当用词的时候用词来对待你，当用威严的时候要严肃地来教导，啊，我们世间法也是如此，啊，所以学生对老师是既恭敬的
又畏惧啊，恭敬是老师的慈爱呀、啊，啊，老师有威严的时候，所以也畏惧、啊，这才能够接受老师的教导。阿弥陀佛可以说是最好的老师，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最好的老师呢？因为十方一切诸佛对他都赞叹，包括我们自己的老师释迦牟尼佛啊，对他都非常赞叹啊。由此可知，他在诸佛里面是一个模范，是一个典型，正如同世尊呢在无量寿经里面赞叹他说，光中之王，佛中啊，这个光中之佛中之王啊。那么这是这个一旦见到的，那怎么会不念佛呢？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功夫不够啊，就是定功不够啊，我们的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就见不到佛。我们供养的佛像，佛像有什么作用？这个诸位必须要知道，佛像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不忘本啊，我们中国人讲啊，慎终追远的，人要忘本，做人的这个人格就丧失掉了。中国的教育，大乘佛法的教育，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人纪念祖先，佛法叫我们孝养父母啊，这是不忘本呐、啊。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恩德最大。一个人除了这个生命之外，还有个慧命。这个慧命呢，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教育。你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得力于老师。所以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恩德是同样大。啊，父母过世，古礼守孝是三年。老师过世，心丧三年，就是没有孝服，就是啊，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的亲，一样的要时时刻刻照顾，这是人伦的大本啊。我们中国的学术跟大乘佛法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供养佛像就跟我们中国人家里供祖先牌位意思完全一样啊，是纪念老师啊。我们纪念老师，
为什么不供给我们现在这个老师呢？啊，现在教我这个老师，我为什么不供他呢？啊，为什么去供佛呢？佛是第一个老师。啊，像我们中国人纪念孔老夫子一样，以孔夫子代表老师。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供佛。啊，不忘记根本的老师，不忘记老师对我们的教训。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见贤思齐，啊，看到佛像就联想到佛在经典里面对我们许许多多的教训，啊，没有看到佛像有时候把它忘掉了，一看到佛像呢，提起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遵照老师教训去做？啊，这是供养佛像第二个意义。啊，那么这两个意义都非常重要。啊，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我们见到佛像就像见到真佛一样，所以这故念佛了，发喜入心，法味充满。这个在三宝里头，这是最真实的利益。啊，实在讲，如果这个法味得不到，念佛念僧呢就会落空。啊，一定呢要在这上面下功夫，那就是说老师不在了，啊，佛已经不在世了。佛虽然不在世，佛的教训呢还留在人间。啊，这个教训呢就是经典，啊，留在人间。我们今天要想接受佛的教育，要想得到佛教育真实的利益，一定要靠经论。啊，这个经论你必须通达，你必须立心。所以佛法跟我们讲的这个过程就是信解行证，首先对老师要有信心，你的成就大小啊，跟你对老师信心的比例完全相同，啊，决定呢是一个正比例。因此，我们对于老师这个恭敬心不够，不如不修。啊，为什么呢？决定得不到利益。啊，说实在的话，我们的时间跟精神呢都浪费了，这就很可惜的一桩事情。人生在世，大家都知道啊，光阴是没有办法再得到的。啊，光阴失掉之后啊，再得到不可能。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他不重视名闻利养，他重视光阴。真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要学，一定是我们心里心目当中最尊敬的老师，真正仰慕的老师，你跟他学才会得利益。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师说的话，我们会百分之百的去照做，道理就在这里。所以中国古人这个参学啊，参学是不是寻思访友啊？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这个学生找到这个老和尚，老和尚给他谈了几句话了，是你的姻缘不在我这里，你的姻缘在某某地方，你到那边去。他就照他的指点到那边去了，果然个三年五年呢，他开悟了，他正果了。你说这个老师没本事吧？没本事怎么晓得他到那边有成就啊？他在我这儿不能成就。当然谈话谈的很多，记载记得很简单的，谈话一定是问的啊，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的啊，你过去学些什么，兴趣在哪里啊，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大善知识你最佩服的是哪个，如果你清楚了，那么你最佩服的最喜欢的，你的原因就在那里，是这样指点去，并没有别的神通啊。这个就我要知道啊，所以不是有神通的啊，所以晓得这个道理啊，你对这个人真正有这个恭敬，真诚恭敬仰慕，你到那边会有成就啊。就像我学佛啊，我这个从小这个思想就相当独立啊，不太受外面影响的。我在南京念书的时候，在基督教教会里面念了新旧约全书，我念过两遍，我念得很用心的。伊斯兰教，我们中国人叫做回教，我跟他有一年的关系，他里面的东西我也很清楚，叫我就受洗，我们不愿意去了。什么原因呢？我里面有许多的疑问，没有人能够给我解答啊！没搞清楚，你叫我相信，那个很不容易啊！这是真的啊！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我才会点头。那么到台湾之后，我亲近方东美先生啊，这个是我心目当中非常仰慕的一个人，有机会亲近他，他把佛法介绍给我啊，这是从哲学里面介绍的。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被他这几句话引到佛门里面来了。这种话，佛门里面的法师没有说过，没有听说过。那么以后这就逛寺庙专门去找佛经来看啊，自己看
不容易理解。佛经里面往往几个字就有很深的道理在其中，何况重要的这个经论都是意在言外，一定要有人知道。我这个缘分算不错，接触到佛法了，认识佛法之后不到一个月我就认识了张家大师。张家大师非常慈悲呀，指导我三年，我们是固定的一个星期两个小时，我星期天就到他住的地方去向他老人家请教。我的佛学基础是张家大师那个地方奠定的，一直到老人圆寂，以后是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认识李炳南老师，我跟李老师十年，不失心目当中最尊敬最仰慕的人，你跟他什么也学不到。充其量学一点皮毛，学一点常识，真东西学不到。所以真东西一定要至诚恭敬，依教奉行。所以你修学这个法门，接受这个教育，真正有了心得了，发喜佛心，一生欢喜心，法味充足啊，一个人的精神不一样了，脱胎换骨啊，我们儒家讲变化气质，那怎么会一样？这个《论语》里面第一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老夫子自己一生感叹，想想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如学，所以孔夫子好学啊，诸佛菩萨好学啊，学无止境啊！学里头有这么大的魅力吗？有，那就是什么呢？变化气质。我们佛经里头常讲，烦恼轻，智慧长，这就是儒家讲的变化气质。我们凡夫的气质是什么？妄想烦恼，这个东西很多你在这上真用功呢，你的妄想烦恼天天少了，这个东西少了，智慧天天增长，他怎么不欢喜呢？智慧越增长，越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所以我常说，佛教经典的内容，我在大陆上跟他们介绍，我讲得很浅显很明白，佛家这个大藏经，就是所有一切宗教都不能为比的，太丰富了。里面讲的什么东西呢？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讲这个东西所以你烦恼妄想越少，它就得定了。
心清净，清净心起作用就叫神通啊。通了是通达，没有障碍，我样样都知道，样样都明白。神是个形容词，是神奇莫测啊，他这个能力太大了啊。佛告诉我们，这种能力是我们的本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啊，并不是说佛有这个能力，菩萨有这个能力，凡夫没有，不是，通通都有。所以佛法是平等的啊。那么你有这个能力，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现在你定失掉了，你的心乱了啊，像这个水一样，水都像镜子一样，都能照外面啊。佛那个水呀，是平的。你这个水呀是有波浪，这起波浪，这一起波浪呢，你照外面东西自然就照不清楚了啊。不是你本人照不清楚，是因为你有波动，烦恼就是波浪，妄想就是波浪啊。只要你把妄想烦恼断掉了，恢复到你的本心，你的本能就恢复了，就这么一回事情而已啊。啊，所以不要看佛家经典那么多，修行方法那么多，宗派那么多，原则是相同的，目的是相同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修定的方法不一样啊。你比如我们净土是用念佛名号，用这个方法来修定啊。禅宗里面用参究的方法，用观心的方法，用参话头的方法，密宗用持咒的方法啊，一般教下用止观的方法，说方法不一样，手段不一样，目的是一个，通通修定啊，通通修定。有定这就生智慧啊，这个神通啊就是智慧的作用啊，智慧起作用就叫做神通。所以法喜非常重要啊。这个喜是要从实行当中得来的。这个当中我们第一个对老师信，单单说信不行啊，这个信就是恭敬心的，要求己啊，要求你啊，理论方法境界都要清楚啊，结了之后要去做到，要把你理解的理论方法境界变成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就在信结之中。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证，证明信皆行的真实，不是虚妄啊。所以我们这样跟老师学习，跟佛菩萨学习，不是盲从，不是迷信啊。假如没有这个证，那就变成盲从，变成迷信啊。他所讲的我们确确实实证到，就这个地方经典里面给我们讲，这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法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真见到啊。这个话来用现在人来讲呢，这就是另外一个太空啊，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不但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也不在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啊，是另外一个星系啊，我们确确实实可以达到。那个世界里面状况经常给我们，我们确实可以见到啊。那么这种见到刚才跟各位说过了，现前也能见啊。你比如这个慧远大师，我们在这个高僧传里面看到
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生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他说跟经典上所讲的一模一样。啊，那个是他活着见到的。啊，这个人家为什么见到？我今天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了。心清净，心定。啊，慧远选择这个庐山，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小道场，就是念佛堂啊，东明念佛堂。他在那个道场30年没有离开呀。虽然不是闭关啊，就像静坐一样啊，像静坐一样。那么这个是啊，一定有认真的去修行啊，所以这个样子你才会真正得到法喜啊。如果你是止于解的这个阶段不去行，那么换句话说，你的障碍没有去掉啊，啊，行才会把障碍去掉啊，就行叫修行啊。修行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去掉，恢复到清净心啊，所以说一界生定，因定开慧，要行啊。那么这样自然法味也充满啊，所以他在念佛啊。这个用现在话来讲呢，他在好学啊，修学不疲不厌啊，疲是疲倦啊，厌倦的，没有疲厌、嗯、同文共秉，一心修正，故念僧。这个僧是同学啊，当然既念老师也要会念同学伴侣啊，这同学在一块修学的那么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的会下，这个同学是诸圣底下这一段，能念即三观，所念三宝，有别相一体，即四教意义，三谛确实之不同，如上六节道品因之。那么这个地方为我们说出能念所念的不同。能念，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啊，不是说我们这边的人，我们这边做不到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那他们修学的成果，我们在这里略略地能领悟到一点，天台家所讲的三观三谛，那个地方完全正的啊，信解行正的正的。而我们今天对于台宗的思想，台宗的理论境界，可以说一无所知啊。祖师大德们在经论里面所引用的，不过是几个
名词术语而已啊。但是我们虽然对于台宗没有真正去学习深入的研究，这个法门特别，只要你一心称念呢，台宗的理论方法境界还都在其中，这个妙了啊！不但台宗的境界在其中，乃至于禅，乃至于密，所以这个法门真正叫不可思议啊！这是藕益大师在有一篇这个念佛开示里面所说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的全体都在一句佛号之中，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往往见到实在讲，我们见到许多一生就专持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他自己晓得他什么时候走，他不生病，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你们刚才同学有问我，自己学佛了，这个家里老人不学佛，看到很难过。你问我怎么办？那怪你自己学佛不认真呐，你学佛没有成就啊。香港在2次世界大战之中，侯东爵士就是何世礼将军的啊，这是英国英王封他爵士。何世礼一家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母亲念佛啊，虽然他是虔诚基督教徒，毕竟是念过中国的古书，对母亲很孝顺，母亲很开明，家庭里面信教自由，彼此互相不干扰，所以他家里有佛堂，他们夫妻儿女星期天都上教堂去的，老太太在家念佛啊，老太太度他的一家人，方法实在太高明了啊！老太太往生，叫他儿子通知他的亲戚朋友，他哪一天走？这个大事啊！哎，家庭里面开宴会呀、啊。这个时候，他把他儿子媳妇叫过来。他说我们家庭宗教自由啊，虽然信教不同啊，相处啊非常的融洽，但是我今天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至少你也跟着大家念几声佛送送我，算我们母子一场，这很合情合理啊。他们这个儿子媳妇小孩跟着大家念佛，不到一刻钟15分钟，他老太太是打坐坐在床上就走了。何将军亲眼看到他母亲念佛没有病苦啊，打坐晓得什么时候走，还跟大家告别啊，这个事情
在香港轰动了一时啊，这个报纸杂志里头登了很多，影响很大。何世礼将军看到这个样子，全家灭佛了啊！这就是他度他一家人，你看他方法好不好？我做榜样给你看，这个不是假的啊，这个装不出来的，真功夫啊！我们在台湾看到站着走的、坐着走的，那在台北市李继华老居士，这个大家知道的，在那个旧金山的甘太太那一天在场，他还敲银磬在念佛的时候，他做围绕，老居士在念佛堂上，他传饭的，他80多岁。他有几个小孩都在美国，就是夫妻两个住在台湾。他是2个月之前就晓得他那天走，所以抽出空啊，看看这些亲戚朋友啊，见最后一次面，告别啊。走的这一天，还征求太太同意，他太太不知道啊，他跟他太太讲。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一个人呢，会不会感觉到很孤单呢、寂寞？他太太说：“你要能去那最好了，那你就不要管我了，马上就同意了。”不知道那天晚上就走了，这不是先征求太太的同意，那太太同意了，没问题了。到了念佛团，那一天是共修会，他老人家上台去讲经，讲了1.5个钟点。讲完之后给大家说我要回家去了，人家有80多岁了嘛，讲累了又回家的，哪里晓得下了讲台，隔壁一个小客厅的，他在小客厅沙发上一坐就走了，那一天甘老居士在场，这亲眼看见的。我有一个老朋友徐醒明居士，这以后到台中亲近李老师，他那个时候是新生道的记者，刚刚学佛没有多久，那一天也参加了这个法会，第二天写个现实信给我，我在台中，说真的一点不假了，我亲眼看到的。所以这个是这种境界的修炼，必须要真正去做。念佛并不是说一天一定要念多少，欧益大师在此地没有这样说法，说的是念佛功夫之起身，没有说念数量多少。功夫起身从什么地方看呢？心越清净，功夫就越深。所以假如你一天念10万声佛号，你的妄想烦恼还照样起来，那个没有，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寒破喉咙也枉然了。所以一定的要能够看破，要能够放下。这个放下大家不要听错，放下不是你把工作放下，不是你把每天的事物放下，不是你把责任放下，不是你把心里面的妄念放下，烦恼放下，忧虑放下，牵挂放下，是放下这些，心清净啊。刚才说，清净心生智慧，你有了智慧，无论是处事待人接物，你会做得非常圆满，会做得恰到好处。世间人把事情做错了，那是糊涂啊，迷惑，
所以佛法自始至终是求智慧，明念是三观啊，三观是真实的智慧啊，三观就是观察宇宙人生的真相，要从三个方面去观察。从这三方面，体是空，相是有，用是动。这个有叫假有啊，假观。所以对于任何一桩事情，我们要晓得你体是空的啊，这个空不能看作什么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空它有它存在，所以这个空很不好懂啊，空是讲本体，宇宙万法的本体啊，本体为什么说它是空呢？它确实存在，虽存在你眼睛看不见它，你也听不到它，你也闻不到，甚至也想不出来，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六根呢，没有办法接触到它，但是它存在啊，为什么呢？它能够生有，它能够生有，有是它变出来的，有是什么呢？森罗万象，一切万法都是从这个体变出来的啊，相是现象，现象是有的，本体是空的，空千万记住，不当作无讲啊，当作无讲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是因为我们六根没有办法接触得到，用这个空啊来做代表啊，这个才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所以这个空呢，我们通常叫性，这就是本性，性是空的，相是有的，相是有的，相是现象啊。我们在这个事实里面应该用什么方法生活呢？用重啊，所以儒家用重，儒家讲重，佛法呢讲重道，这个很高明的啊，用重，既不偏有也不偏空啊。那么我们凡夫犯了一个大错，执着有啊，叫着相啊，不知道本体，所以会出差错，这就是变成这个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啊，就是着相才产生的。如果你不着相呢，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这个诸位在许多经论上，你都看到，都听到的。啊，这轮回从哪来的？你执着这个有。啊，有是没错，不可以执着。为什么呢？它是假有，它不是真有。所谓假有，刹那生灭啊，这个相啊是刹那生灭的，体啊是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是体，是性体啊，不生不灭。现象是刹那生灭，我们佛法常讲万法无常，无常是假象，不是假性。啊，不是讲体的，体是真常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事实里面，我们的作用
处事待人接物用中，会用中的这个人就最幸福了。那会用中的那才真正到达美满。所以此地讲能念即三观，这个三观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怎么不欢喜呢？所念的呢，这就是三宝，前面说过了，但是三宝有别相一体。那么什么叫别相呢？别相是从相上说的啊，也就是说从四相上说的，从现象上说的。释迦牟尼佛出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正果啊，我们讲成佛了啊。成佛是什么意思呢？烦恼妄想断尽了，智慧圆满现前了，这叫成佛啊。佛是大智大觉的意思，成就了圆满的智慧与觉悟。我们叫它做佛宝，这是足有资格做我们的老师傅。他所说的一切法，现在流传下来的经典，这叫法宝。这些出家的弟子依照经论修行的，我们称为僧宝，这是属于别相的啊，这是别相的。这个一体三宝呢，是从体性上讲的啊，是从性上讲的。性上讲的三宝是觉正净啊，这个我们常说了。正觉是佛宝，正知正见是法宝，清净无染是僧宝啊。我们讲三皈的时候常常介绍，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这个是自性三宝，也叫做一体三宝。这个四教义啊，是天台家所讲的藏通别圆，前面呢已经略微介绍过了。三谛全实不同啊，这个三谛啊，四教里面所讲的三谛都不一样啊，空假中啊名称是一样，前身程度不一样啊。像我们念书，比如说我们念国文啊，你在初中时候就有国文课本了，高中也有国文，大学也有国文啊。国文课本呢，国文是一样的，里面内容前身程度不相同啊。那么用这个比例啊，诸位就能够联想得到啊，藏通别圆四教，当然这个藏教程度啊是最浅的啊，通教的比它高啊，别教呢又比通教高，圆教又比别教高啊。所以这个三谛里面内容境界不一样。请看下面一段经文。
舍利弗，如物为此鸟，实是罪报所生，所以得和彼佛过度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过度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实？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那么这个地方呢，这段文字是怕人家听到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呀，还有波诃孔雀这些真情产生了怀疑，因为禽兽啊是属于畜生道。假如西方世界真的有这些东西，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差别何在呢？啊，我们晓得畜生、恶鬼、地狱这三恶道啊，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有这些鸟雀呢？啊，佛在此地把这个事情呢为我们解释出来。那个地方这些鸟啊不是果报生的，啊，要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没有生命的，啊，这个生命呢是投胎去的，这个是要知道啊，你蚊虫蚂蚁也是投胎的呀，啊，一个小动物那真的是一条命啊，啊，它在六道里头轮转的，那么没有生命的，这东西从哪来的？是阿弥陀佛变化所造的。我们现在的科学跟西方极乐世界比较呢，还要差很大的一个距离。啊，现在我们这个科学家可以造机器人，还不能造得跟真的人一模一样。如果造得真的跟一模一样呢，那就成功了。西方世界阿弥陀佛，他的科技比我们这边高明。他造的那个鸟就跟真的一样，是他用科技制造出来的，不是真的。啊，制造出来做什么用处呢？利用它来说话。啊，像我们现在用这个录音机，用这个录音，它还不能随心所欲，我们想听什么他就能说什么，那才叫随心所欲。那么现在这个电脑呢相当进步，逐渐逐渐的向这个目标接近，因此我们对于经典上讲的西方世界的科技是越来越有相信的依据。啊，不仅是信圣言量，从前完全要信圣言量，现在科学技术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参考资料，所以科技越发达，对于佛所讲的经典好处就越多。啊，许许多多的都被现代科技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证明。那么我们现在科学家的时候知道是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但是在技术上呢现在还有一个距离。啊，那么西方世界已经做得非常的圆满。
不但呢这个一念佛与菩萨啊，阿弥陀佛一个人怎么能应付广大的群众呢？所以他有化身，我们讲分身，他有化身，无量的化身。所以西方世界人再多，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能够接近阿弥陀佛，都能够接近他。观音师至这些菩萨们呢，都有这个能力，都能够接近。这是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么乃至于整个世界的构造，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啊，《无量寿经》上讲得很详细。西方世界不是理想世界，不是他理想凭空去造的，他是曾经参观考察过所有一些不佛世界，去人之长，学人之短，这样建立的。啊，那么可以说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世界美好的大乘，啊，这个在现代这个科学态度上来看呢，是非常合乎科学的精神与科学的方法，啊，是这样建造。因此不但这些众鸟说法，连花树啊，乃至于阴云啊，流水，后面都讲到通通都说法，这六尘说法了，这些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的。那么我们读了无量寿经呢，这个四十八愿是净宗最基本的经典，这个四十八愿无量寿经的第六品呢，是净宗根本的依据。第一愿里面就给我们说明，那个世界没有三恶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地必须要加以解释，必须要为我们说明。那么恶道这个因无果，佛在经论里的讲的太多太多，我们要特别注意。在过去儒家有很多人排斥佛教的，对于佛所讲的疑惑很多，但是他也不认真去研究，凭着自己想象来下判断，往往错误百出。但是对于因果报应的事情呢，他们能相信能接受，为什么呢？确确实实有这些事在他面前，他见到的，他亲眼看到的，不能不信的。和氏的母亲那么样自在走的，这个叫他一家人亲眼看到的，他不能不信。
李济华居士讲台上讲经讲了一个半钟点，音声洪亮，一点病态都没有，下了台在那一坐十五分钟就走了，100多人亲眼看见的。是这些事情让他不能不相信。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看小说看故事，聊斋志异子不语这一类的书我特别喜欢看，那里面讲的鬼狐狸，鬼我没见过，狐狸我见过，所以我相信我们在抗战期间有一个时期住在湖南衡山，那一栋大房子里面进门之后啊，阴森森的，这个大户人家了已经没落了，楼上十几年没有人上去，楼上是狐狸住的，这个狐狸修行大概也相当功夫了，但是还不能够还不是真正到家啊，很多人见过不止我一个人，但是我们见到这个狐狸是男的不是女的啊，穿的是蓝布的长衫啊，面目啊看不清楚，看起来模模糊糊的不是很清楚，很多人都见到过，从来没有一个人呢看到他面目很清楚。在一般讲，狐狸修成人要500年，他恐怕还不到500年。所以那些同学，我相信的，这是我第一次见的，第二次的时候是在我家乡，那不是我见的，是我听说的，我们家里有个亲戚。我们家乡啊出米，米呢都运到外面去卖，用那个风船就帆船呢，从我们家乡运到南京去卖。那么他装了一船米，米装上船之后，就有人看到有一只像黄鼠狼一样啊，从这个跳板上啊跑到船上去了。大伙来清仓来找。这个找不到，找不到也许就是眼睛看花了就算了，这个船呢开到南京，到南京之后他一船米没有了，装米那个麻布袋呀里头都是空的，就在小的时候啊一定是这个黄鼠狼捣鬼了被他给弄跑掉了。那么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星期就回来回家，回到家中这个米在仓里面，这个不晓得他用什么方法把这一船米呀给他送回家去了，就是开这么一个玩笑，大概是什么怎么得罪他啊，他给你开这么一个玩笑，这是事实啊。所以世界之大了，无奇不有啊！奇怪的事情很多啊！这些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啊！我们对于这些理，对于这些事实啊，对于这些因果循环的事，实在讲，唯独佛经讲的透彻。讲得清楚所以这个世间记录的很多，所以只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就像印度这个宗教印度的瑜伽素愿实在讲的是刚武器宗教他们决定，所以他对于六道
这个里面的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假的。虽然看清楚了，看明白了，究竟怎么解决他不知道。事情他看清楚了，事情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后来会变成什么样结果，这个他不知道。这个是他定功浅啊，智慧还不够啊，必须有甚深的禅定，有圆满的智慧，把这个里面的情形呢，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才能说得出来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是一个例子。而且呢，这个世界在一切世界里面非常特殊。实在是弥陀的智慧能力充分发挥在他的慈悲大愿之中啊，他用这些方法来帮助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当中，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待业往生的。待业往生要想在一生当中不退转、不变心，那实在讲要有非常良好的诱导教学，使你眼睛见的、耳朵听的、身体所接触的，都是最殊胜的善缘，使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不起一个恶念，不生一个妄想。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的教室，是一个伟大的教学场所，一切设施想象之周密，实在是不可思议就是不是我们常识、我们理想啊能够达到的。诸位要是这个大乘经论呢读多了，你逐渐逐渐的就能够体会到佛的念力不可思议，智慧不可思议，德能不可思议，神通就是技术我们今天讲说科学技术不可思议那么这也是本师跟一切诸佛为什么鼓励我们去亲近阿弥陀佛，为什么鼓励我们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再告诉诸位，往生极乐世界不是难事，比什么都容易说实在话，比升天都容易。天诸天里面的情况佛经讲得清楚，我在台北住在沟子口的时候，我们邻居呢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堂，这个神父是方好，大概许多同修都知道他，这人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他只是初中毕业，完全自修成功的。他是专学宋史，是近代的宋史专家。所以一个初中学生的时候，能够做到这个大学教授，这个政大文学院的院长，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相当不容易。那么他跟我邻居，常常在我这里借大藏经去看。他读佛经，读了佛经，有一天告诉我，佛经里面讲这个天堂，比他们经典里面讲的详细。他就跟很感慨的跟我说，好像佛真的到天上去过，介绍的这么详细，那一点都不错。所以天层次很多啊，升天的条件不容易啊，天的德行比人高，所以佛给我们讲，升天的基本条件是十善业道。这是它的基本条件啊。那么这个只能够升欲界天，如果到四界天的时候呢，那标准就更高了，他要修四无量心，要修四禅八定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所以没有这个，这是这界天吃掉的。这是色界天，他还要修禅定啊。所以实在讲呢，比往生西方世界难得太多了啊，何况修其他法门要超越三界，那不是个简单事情啊。那么这些都必须要清楚，要明了啊，才不至于把我们这一生时间精神呢空过了。